你问雅丽，你问雅丽，问他谈的最久的恋爱。他不跟初恋在一起吗？多久啊？16年。16年。哇哦，16年，好浪漫。你看他跟他男朋友还是结婚了，结没结呢？已经领了证。这儿那就结婚了。哎，你看，恭喜恭喜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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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恭喜！谢谢谢谢。近日，黄雅莉在某节目里自曝已经领证了，嫁的是自己的初恋，谈了16年，中间有13年是异地恋。据知情人透露，黄雅莉的丈夫是湖南卫视大型活动导演王浩，是一个极具才华和能力的人。不过，想必王浩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优秀的。估计刚认识黄雅莉的时候只是个刚入职的小员工，两人能在最普通的时候爱上彼此很让人羡慕了。有网友称在二人的社交平台上根本看不出来二人是夫妻关系，实际上黄雅莉还开了一个小号专门用来秀恩爱，而且两人大方出镜，时常穿情侣装，十分抢镜，看得出来两人有很多的共同爱好，比如都喜欢这种山水田园的生活，过得潇洒肆意，享受慢生活。王浩和黄雅莉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，所以才能一起走得更长远。有时候黄雅莉和黄浩还互相为对方拍照，晒出我眼中的你。关注这个小号的人都有3-4万，粉丝应该经常被狗粮喂得饱饱的。在这里祝福黄雅莉和丈夫要一直幸福长久。